要说演艺圈当红小鲜肉们自然是有颜值任性，不光是迷倒万千迷弟迷妹，就连小编也是分分钟甜瓶，受尽万千宠爱。但集智慧与美貌于一身的星际小花袁冰妍，却要做一个胖女孩。她是一个四年前四年后，一个是从一个胖女孩变成一个非常的职业的一个女性的一个角色的变化。那其实我生活中其实我没有尝试过胖的角色嘛，那我觉得它给了我很大的新鲜感和挑战呀。原来是角色需要啊。1月15日，在漳州开发区热拍的当代都市青春偶像剧《我心飞扬》首次开放媒体探班，导演宋海波，主演袁冰妍、童梦石、张子文、郑媛媛等主创集体亮相。作为孙俪小师妹的袁冰妍这次独挑大梁饰演女一，但一提到师姐就瞬间化身小迷妹，表示满满崇拜。孙俪姐姐是一个，我觉得她在这个行业里啊是一个大家都非常喜欢非常要想要合作的一个演员，也是我觉得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个标杆，想要去更加努力朝着他的方向去进步。为了给大家带来更好的视觉呈现效果，剧情中许多难度很高的戏份演员们亲力亲为。饰演过多部古装剧的童梦石对于现代剧也是满满的期待与挑战。我觉得各有各的挑战吧，现代剧古装剧因为打戏比较多，然后对自己身体的考验也比较大。现代剧呢，就是要看你对这个整个人物的理解，整个故事的理解比较深刻，就不像古代剧不像古装剧演的就是稍微表面一些。目前该剧组正在福建漳州继续进行拍摄都市青春偶像剧《我心飞扬》，预计会在2017年暑假档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吧。